咁呢个个案咧，我就觉得系比较恐怖嘅。喺我自己即系睇咁多个嗰啲叫做网友分享啦、听众分享啦，你都觉得惊嘅？呢个我觉得系几恐怖下嘅。系好啦，咁首先我要形容一下佢住，即系当其时发生事嗰个地方，一样喺呢个屋邨度啦。嗯，咁佢咧就话佢。佢嗰一栋咧，即系除咗楼下有酒楼之外咧，其实佢嗰一栋咧就连住咗佢哋嗰个屋村嘅停车场。嗯，因为你知道屋村入边有好多栋噶嘛，平台通常就系酒楼，酒楼再连落行落去咧就系停车场。因为我未去过屋村，我唔知系点、嗯，可能系就系你咁讲咁样啦，啱唔啱啊？咁、总之佢嗰栋咧就有酒楼，亦都系有停车场嘅。系，咁佢咧就话停车场嘅。二楼平台呢，即是你讲啦，有个平台在这里。那平台我 看一次他的故事内容先。二楼平台呢就等同于、Ground Floor 这样。是但是他其实是二楼来的，他就不是地下来的。嗯、那这个平台的后面呢就有一个公厕。公厕隔离呢就有一道防烟门的。嗯，咁嗰度防烟门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入去一个好细嘅所谓嘅电梯大堂啦。嗯，咁你如果有去过嗰啲停车场嘅电梯大堂，有几大啊？咪其实可能就系我哋呢个直播室咁大啫嘛。一入到去，你眼望我眼，你眼望我眼。咁、嗰个电梯咧就系我嚟上落停车场嘅。吓、嗯，咁而嗰个停车场嘅大堂咧，其实有两道防烟门嘅。咁所以可以话系一条走廊嚟嘅。咁另外一边嘅，即系总之，你嗰个公厕隔篱个防烟门推入去就系、是、个电梯大堂。走到另外一边再推开个防烟门咧，就系、是、另外一边嚟嘅。另外一边咧就可以话一个休憩平台。嗯、有个凉亭喺度添嘅。系。咁佢咧就话当其时咧就系、是、发生喺呢一个休憩地方嗰、那个凉亭嗰度见到嘅。咁佢话当日咧，佢当其时得六七岁。咁就同一个隔离邻舍，一个同佢年纪相若嘅女仔，就喺个平台嗰度玩。咁啊，嗰度可能有啲游戏设施啦，咁有啲千秋，有啲上滑梯咁样咧，我就唔系好清楚，佢亦都冇描述得好仔细、嗯。我估计系咁样啦。咁啊，嗰日咧，咁佢哋可能就喺度玩啦，玩得好开心啦，啊，咁啊，跟住咧亦都玩到成身大汗啦。嗰日咧亦都好好天。咁、嗯、所以咧，玩到咁上下之后咧，咁佢哋咧就有攞咗啲薯片啊、汽水啊，咁咧就去到嗰个凉亭嗰度，咁就休息喺度食薯片，喺度倾偈咁样。咁我唔知点解当其时就淨係得佢两个小朋友，因为嗰个年代可能係可以嘅，今时今日你点可以淨係得个僆仔咁样六七岁就自己落街玩呢？得唔得？应该唔得个，係咪？嗰个年代反而多啊，嗰个年代多嘅，而家就唔得啦。因为我上次咪讲过，我八九岁俾人赖低咗一间屋度自己冲凉啊嘛，但而家係犯法㗎，而家係犯法嘅，咁嗰个年代呢就冇咁多呢一啲嘢，咁係啦，即係天生天养㗎嘛。总之你喺啲父母就觉得你喺个屋村范围内活动呢係 ok 嘅，你做晒功课係啦，你可以玩嘅，係啦，咁你就自己识得返嚟屋企食饭得㗎啦，係啦、ok， 咁总之嗰日嘅下昼，嗯，咁佢就同嗰个女仔喺嗰度玩完之后呢就有攞包薯片啊，攞啲汽水啊，咁就喺个凉亭嗰度咁啊食薯片饮汽水倾偈啦，咁、而坐嘅位置咧就系佢咁啱正正就系面对住嗰度防烟门，系咁佢话开初都冇怀疑嘅，嗯，咁但系即系倾倾下偈啊，食下嘢啊，就讲哎呀头先嗰条斜滑梯啊，俾太阳晒到热辣辣啦，辣亲个啰柚啊，哈哈哈哈咁喺度倾偈喺度玩嘅时候。咁佢咁啱就系，攞咗一块薯片咁喺度食啦，嚼嚼嚼嚼嚼，咁啊咁啱个眼角咧就睄咗过去呢一个防烟门嘅位置。嗯，咁佢话唔望又自可，一望就见到有个女仔企咗喺防烟门嗰边。嗯，就数咗半个头，半块面啦，系隔咗出嚟望住佢，净系得半块面嘅啫。系，咁佢见到嘅时候咧。佢就唔系惊，佢只系觉得奇怪啊！点解嗰个人会企咗喺嗰度嘅咧？咁佢见到嗰个人望住佢，佢亦都清楚睇到嘅呢个系一个女仔嚟嘅。
佢仲话形容话都好似几靓女添咁样，咁、但系净系得半边面，哇，就望住佢，咁佢觉得好奇怪。其实有个人企喺嗰度，有咩唔奇怪？奇就奇在，佢咧就话见到，即系譬如我而家咁望住你啦，我净系见到你嘅右边面，咁如果我净系见到你右边面，咁即系话你个人就摄咗喺。即是我望住嗰道门啦，嗰道门嘅我嘅右手边，冇错，你就摄咗喺我嘅右手边个位，就露出你自己右半边面，嚟到正面望住我，咁即系话你左半边身就摄埋咗喺侧边啦，啱唔啱啊？遮住咗咯，隔出半边死人头，啱唔啱啊？真系死人头啊！系啦，好奇就奇在，佢话冇理由啊，明明嗰一边系埲墙嚟噶。冇空间可以俾佢摄个人喺度噶，除非佢摄咗入墙咯。佢点样可以？即系佢净系好奇，佢冇谂到咁深入。啊，呢个人点样可以将自己摄咗埋嗰边，就净系夹半个头出嚟望住我咧？好啦，说时迟，那时快，喺呢一个时候，佢开始见到呢一个女仔有动作啦。佢见到有只手。一只右手伸咗出嚟，即系除咗有半边面之外，再加一只手，再加一只手伸咗出嚟之后，就向佢挥手，好慢咁样挥手。通常佢哋都系慢动作嘅，系唔知点解，系向住佢挥手。系好啦，当佢挥嘅同时，佢咦，佢同我打招呼，靓女、哦，无端端有个靓女，但我得六七岁，六七岁细路仔，你都想？不是啊姐姐，不是啊，但是他又看到个靓女，他就亦都忍不住，很好奇啊，同埋佢话佢好佩服呢一个姐姐，点解可以将个身摄咗落去嗰个位，崩墙度，系啦，咁而夹半个头出嚟，佢跟住就见到佢挥手啦，当挥手嘅时候，佢见到佢开始慢慢将个身就往右边移，咁就越见就越多。开咗净系得半块面，跟住咧，慢慢又见到，咦，只手跟住个膊头、个身，然之后慢慢再向右，佢见到个人咧就唔系，即系正常嚟讲，如果你摄埋咗耳边咁样夹个头出嚟，你都系慢慢咁样将个人向右边，即系你斜斜地咁出啦。佢唔系噶，平出噶，即系好似你坐诶。而家我张凳咁样，张凳有碌噶，咁啊好似咧就系咁样打横咁样移出嚟，佢见到个感觉系咁样嘅，即系好听啲嘅叫移出嚟啦，唔好嗰个所谓叫唔好听就叫飘出嚟，系啦，佢见到飘出嚟，咁慢慢佢见到成个人就越飘越过，越飘就越飘到去到门嘅正中间，到最后真系飘到去中间嘅位置，咁佢好清楚咁见到成个姐姐出咗嚟啦，就企咗喺门口度。当佢由飘出嚟，直接飘到中间停留，停咗喺中间，整个过程嗰、那个目光系冇离开过佢，一路系望住佢，而只手系一路喺度同佢挥紧手，冇停过。系当。即系呢一个姐姐飘到去中间啦，佢睇得好清楚嘅时候，亦都睇得好清楚佢个样子。佢话呢个姐姐都真系几靓噶，不过从佢嘅肤色，不论系佢块面，亦还是佢只手，佢都觉得啊，点解呢个姐姐白得咁离谱嘅，白到有少少似灰色嘅，即系从死人色一样啦。冇血色啦，好白啦，唔系而家你呢啲白，你呢啲叫有血色嘅白，佢嗰啲冇血色嘅白，灰白嘅，望落感觉冰冰冷冷。个样虽然靓啊，但系面无表情，对眼虽然系望住佢，但系佢话神情呆滞，双眼系放空，好空洞。佢话好似有。个 focus
但是即是他知道是望緊，即是等同于我知道你望緊我一样，但是你是 有神髓的嘛，看到你望出来是有用力的嘛，即是那个力是很自然的力，但是那个股都叫力的嘛，但是他看到这个姐姐呢，双眼虽然是望住他，但是好像是放空，即是好像我第一个画面就是好像看到一些卡通片怎样画那些人是双眼放空的那个影像，是真的好像只有两个窿而已。他就在这个时候跟他一起吃薯片的女仔就开始注意到他有些不对路，那个所谓不对路就是他因为他呆晒望着门口，即是他本来咬紧薯片的嘛，那块咬了一半的薯片就没有继续吃，个口就没有继续咬东西，就放了在嘴边定格地望着那个位置，那个女仔就好奇地问他，他说喂做什么啫，现在我跟你吃薯片聊天，你做什么不望着我，你望着那里做什么啊，那他就跟女仔说，不是啊，那里有个靓姐姐望着我啊，哪里啊，房间门那里啊，是吗，那另外看那个女仔，女仔另外望完之后另外过来望着个男仔，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姐姐你不要骗我了，你都傻傻地的，那个姐姐就站在那里嘛，你不想承认有个姐姐漂亮过你嘛，她就站在那里跟我挥紧手，你这么都看不到，那个女仔又再另外望多次了，再另外望完之后，喂真是没有、啊、我什么都见不到、啊啊、不是啊，她就站在那里她向着我挥手、啊、就在这个时候，本来天气很好的，突然间乌云密布，还刮起大风，一阵大风呢就由这个男仔的后面吹过来，吹过其实由这个男仔面对着个房间门，那股风由个男仔后面吹过来，其实就真的向着房间门位置吹过去，当阵风一吹过个男仔，啊好大风啊，然后他很正常，他又望回去前面，他见到那阵风直吹落去个姐姐那里，咁而吹嗰刻亦嗱，头先我交代咗少一样嘢，就系佢话嗰个姐姐系着住连身白色长裙，连身，咁而嗰条裙咧就到地系睇唔到对脚嘅，即系传统鬼样啦。系啦，传统鬼样。佢当一吹到过去嘅时候，将呢个姐姐条裙稍微吹起少少，飘起咗少少。当吹起咗少少嘅时候，佢就濑尿啦。因为佢见到啲咩咧？因为佢就系见唔到嘢。姐姐冇脚嘅，佢见唔到姐姐有脚，即系话嗰个姐姐凌空飞起，飘喺半空中向佢挥手。哇！咁就喺呢一刻，佢真系濑尿啦，冇计啦。就算有个姐姐诶、有个女仔坐喺隔篱，佢督尿都真系要濑出嚟。濑尿嘅同时，佢就大嗌鬼啊！鬼啊！咁咪汽水薯片都唔理，连个女仔都唔理，走咗翻屋企，就即刻掉转头走。咁、那个女仔睇到佢嗌鬼啊走，咁梗系跟住佢走啦。那个女仔都惊啦。咁佢哋两个咧就即刻咧就沿住即系呢个防烟门嘅反方向走。咁啊走到去一个社区中心。咁嗰个社区中心可能就系平时佢都会平即系落去玩啊。咁佢走到社区中心，佢冲入去同嗰啲社工中心嘅职员讲，就话见到有鬼。咁啊，当然啦，咁嗰啲人就梗系唔睬佢啦，即系唔信啦，你小朋友。咁但系佢话真系好惊。佢话自嗰次之后咧，就唔敢再去嗰个平台度玩。咁呢一个咧就系佢分享俾我第二个喺。那个屋邨发生的故事，他说其实在那个停车场呢、即之后都听到很多一些奇怪事的、譬如就说有人、在洗车拿车的途中抹车的途中或者拿车的途中听到有人在讲话啦、有人走路啦，甚至乎是有人试过在六楼拿车的时候看到停车场外面有人走过啦，六楼即是在凌空人在那里行，即是如果大家有去过这些停车场都知道，即是停车场的四边墙其实就是半空的嘛，半空来的，不会有玻璃窗的嘛，不会的，是的，其实呢就即如果外面落紧雨你伸只手出去整只手会湿晒的嘛，没错，就有人在那里拿车的时候见到有人在外面走过咯，六楼来的，那怎么走呢，那些人
亦都有试过一件事咧，就其实呢件事咧，后尾有某一部电影咧攞咗嚟做一个 opening 嘅情节。咁件事系点样咧？就系、是、有个车主去攞车，嗯，嗰、那个车主听到车尾箱有声，嗯，咁佢系惊啦，即系明明自己嘅车冇嘢，喂，我翻嚟嘅时候我锁车冇嘢噶，无端端车尾有嘢。应该我车尾箱是锁了的、嗯、不会有猫狗或老鼠跳到入去的，应该啊，正常来说，除非真的有老鼠摄了入去后座位咬烂了个 seat 就捐了入去车尾箱的，如果不应该就不会有东西，但听到是一些即很大的物件在里面撞到车尾箱那个盖的声音，那个车主的惊就报警，报警，佢觉得可能系有贼或者有偷渡客，咁啊匿埋咗喺车尾箱，咁啊报警，咁啊两个警察嚟到，咁啊本来咧就想开个车尾箱嘅，梗系开啦，系本来就系想开，梗唔系，如果开咗入边唔知道有啲咩扑出嚟，咁咪死咯咁样，咁唔系啦，俾个 signal 入边先，咁佢个警察就话嗱，我哋系警察，如果入边有人嘅话咧，就敲三下啦，喺入边，即系佢对住个车尾箱咁讲。如果你入边有人嘅，就敲三下啦。咁跟住讲完之后咧，即系有人啦。即系有人喺入边敲三下，咁啊好啦。嗱，而家我哋警察嚟做嘢啊！你唔好有任何嘅反抗啊！你冷静啲啊，合作啲啊！系，我而家开啊车尾箱。系，咁跟住叫个司机就开个车尾箱啦。系，司机喺个司机位度揿个掣，啪啪。咁嗰两个差人都好惊啊，啱啊！有冇 stand by 支枪啊？咁我又唔知道啦，我就唔知道有冇 stand by 支枪啦，咪好惊啊！当佢有啦，两支枪扛住。吓，咦？明明个车尾箱开咗，啲云弹出嚟嘅。系啊，嗱，而家车尾箱开咗啦，你要出嚟咯。冇人，冇任何举动。系。咁跟住，其中一个就喂，嗱，我 ready 住，你去开咗。你开。拱佢翻嚟，俾你拣啦！你宁愿揸枪嗰个定开枪未枪嗰个？宁愿揸枪定我宁愿揸枪嗰个？有乜事我掹鸡啊？系啊，离远啲啊嘛！我都系咁话，我唔会开枪未枪嗰个啊，大佬，我唔制啊！跟住咁嗰个就好惨啦！唉，鬼叫我连支俾你少咩？系啊，开开咁啊，攞可能攞支警棍啦，撩啊撩啊，咦，撩唔开嘅，大力啲！一撩我就褪漏啦，梗系褪啦。你知里边有啲咩？我俾你估下，就系咩都冇，就系咩都冇，系最恐怖。呢个真系最恐怖。